理想型，我这个人怎么可能没有理想型？我是靠感觉的哦，真的没有理想型。哦，如果你说要找一个真的是心目中很完美的、很喜欢的，我觉得是桂纶镁吧。哦，为什么？我喜欢那一种很虽然他外表看起来有点酷酷的，可是呢，他讲话出来的方式是很温柔，就是跟他的样子有点不太一样，这个我觉得还蛮吸引人的。他实惠。好，不要骗了。台湾，全世界还有很多。所以有一天，如果桂纶镁就是跟你合作拍戏的话，我天哪，这么贱，我等一下。没有片酬。没有片酬哦。对啊，没有变丑，无所谓。会很美耶，加油加油，搞不好真的就有机会。我先回家。去打球。立TV线上影视。